卡住这波线。再跑快点儿！我真是日了狗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这不他妈有病吗？哦，来人了呀！来人了，那没法上。哦，兄弟，出大问题了呀！这沙雕啊，好 nice！石头干嘛的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兄弟，这下不恶心了吧？哎呀，他还有挺近的。看到他朝我轰炮，我就该直接闪了。兄弟，他不对线，我没办法。我都发信号了。妈，他这种不对劲，我他妈有啥办法？你看他他妈镀层都不要的。妈，小问题，我不是说小问题，我意思是你他妈得跟我磕个头。他本来都笑玩不了，现在他能玩游戏了，我是这意思。你还有个小问题，小啥问题啊？我情况发你脸上不走，你啥意思啊？兄弟，我来了。这人，这屌猫没头，你知道吗？他刚藏起来。我只能说这屌猫没头，我吃两个，我吃两个，缺一点。
刚好来个十字镐，他没投，他藏起来就等我 TP， 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也不是藏起来，反正他就天天就猫着。上分的好料子，确实。哎，我觉得就冷静的对线，然后对出来之后就直接出一个铁丝鞭系列，然后加一个 CD 鞋，我觉得这好像是最香的。然后等团，这个摊饼来得及吗？复仇跟在你身后一步不摇，来了来了，想别找屈从，妈的咋的，咱俩得合伙团一下呗，这种打一半不打了，这100块钱我觉得得给我。呜！我觉得其实我都该跑到下路放的，石头挂机了，要挂个恐惧，不急，等一等，看一看，等一个大招。他你妈的，你这金针开挺快，我操！完了，我操妈，出个 CD 鞋就是活神，不出 CD 鞋就是永远的傻子。我真的是一滴都没有了呀，我挤得干干净净的。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兄弟一滴都没了，在这里炸自己的汁，我的天啊！我很冷静。诶，我搁哪多了点技能解锁啊？哦，这个我在炸自己的汁，我操，几级不？城市就是我的猎场，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。
开个眼。这石头人好屌，他怎么这样开了一波团然后人跑了。兄弟，他这样开过团人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到这儿回城去了，他是真的牛逼，把我整晕了，把我逗笑了，你知道，他跑了，到底我都懂为啥他能跑啊？哎，我操，才钻三，我烂了，完了完了，退潮。